江医生，白露和小福星怎么样了？你快说呀！看来之前，胎儿和白露只是短暂的和平共处。我把白露放在冷冻室里，就是想让她和胎儿体内的修复酶都陷入休眠状态，减少相互排异。那现在怎么样？ 你和田静止是不是因为车祸交换过血液，才有了共生关系？如果田静止去世的话，我的心脏也会停止跳动一段时间。胎儿移植到了白露身体里以后，他们俩也有这种关系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在来的路上，胎儿就停止了心跳。 所以白露才会昏迷不醒，停止心跳。是的，孩子没了。